到呢题啦，咁我哋有 ax 等于括弧 4x 加 b 再乘 c 啦，咁令 x 成为呢一个公式嘅主项，咁我哋就可以首先处理咗个括号先啦。咁你会有 ax 等于 4cx 再加 bc 嘅，咁 x 做主项嘅，咁我哋就将有 x 嘅摆埋一齐啦。咁所以我哋你会有 ax 减翻 4cx 咧，就等于翻 bc 啦。抽个 x 出嚟，咁你会有 ax 乘以 a 减 4c， 咁啊等于翻 bc 嘅。咁最后将唔系 x 嘅嘢，咁除翻去右边咧。咁所以最终嘅答案就系 x 等于翻 bc 除以 a 减 4c 啦。